歡迎收睇石 Sir 手記。阿石 Sir， 係嗱，滬港通啊，終於開車啊。嗯。不過啲人就話：喂，反應真係好麻麻喎。係。咁啊，港股跟住就開車之後就係咁跌啦，跌。係。石 Sir 點睇後市？點睇？後市咁而家你梗係純個勢講，梗係唔升唔跌打橫行咁樣啦。而家呢個就咁，最終係會點？我覺得最終就係升咯。最終係簡單，係好簡單。因為點解會簡單？最終會升咧。第一，香港股票有盈利噶嘛，國內股票有盈利噶嘛。如果國內啲股票真係有啲好唔掂嘅話，譬如內房股啊，即係依個係啊內銀股好唔掂嘅，你認為阿爺會唔會唔出手做嘢咧？嗯，唔會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只係就話咁啊，等下咯。咁當然，滬股通呢度咧嗰個嘅係嘢咧係冇之前好多人想象咁多，因為其實因為的而且確啦，有好多嘢係即係要慢慢學習嘅咯。係。咁啊，例如好簡單講，以前香港都出現過一個納指七紅嘅。嗯。如果你嗰陣時買咗納指七紅嘅話，揸到而家，係掂唔掂咧？應該掂啦。不過中間可能試到破咗產先咯。哦，係。係咪啊？因為如果你中間你經過咗係依個係2000年啊嗰啲咁，好似佢2000年之前有。係。咁科網前嘅爆破啊，再經過呢個係2007年嘅係雷曼兄弟爆破，哇！嗰兩下唔蝕啊！乜股都蝕啦，係咪？佢揸唔揸到零計，中間係有機會俾你賺咗嘅，中間亦都有機會俾你蝕咗嘅。咁其實好簡單，股票上上落落。咁你話最終會唔會係升咧？咁我覺得係中升咯。係。原因係一樣嘢，中國經濟無論佢點都好，係慢慢係改善之中嘅。嗯。咁就係咁簡單啦。係。咁如果係咁，不如睇下即係港股都連跌咗3、4日啦，睇下嚟緊應該會點行先好嘛？好啊。咁啊，睇翻恒生指數呢個咁嘅係保利交通度圖啦。咁你見到到今日嘅時鐘，應該差唔多就係掂到個保利交通度底啦。係。咁保利交通度底嘅時鐘就有幾樣嘢可以做嘅。嗱，一你可以好似咁樣樣啦，嚇咁繼續咁開始跌落嚟啦，係咪啊？咁呢個唔係唔可能嘅，呢個唔係唔可能，係可以嘅。即使好似而家呢度咁樣，嗱咁啊嚟到呢度，咁然之後喺呢度咯，咁牛牛下咁樣，然之後瀉咗落去咯。咁同樣喺呢度都會係咁樣嘅，可以係會咁樣。如果若然係咁嘅，咁咪慘啦。咁恆生指數可能去見到係21,500點嘅。哦，但係機會大唔大啊？我而家呢個世界嗱，千祈就唔好講依個咩啦。而家最精咧就話你會有依個99.99% 機會，或者有0.00001% 機會。係。即係幾時一定住一條尾喺度咧？咁你就唔會俾人鬧嘅。嗯。咁之但如果楊都話，咁又得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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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嚟把鬼呀？係，係咪呀？咁如果第一件事你聽係 view 啊嘛，嘅 view 你接唔接受另一樣嘢？嗱，我自己覺得一係去到依個係22,500點至23,000點到呢度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力。原因係因為你如果喺依個4月10號，嗯，啊一宣布嘅時咧，當時宣布嘅時咧係恆生指數升咗上23,100幾點到嘅。約莫就喺嗰陣時條宣布嘅，咁4月份嗰時宣布時鐘咪即係咁咁嗰陣時咪就咁樣咯，係咪啊？23,100嘅，即係冇嘢，即係做女嗰陣時咪23,100幾咯。咁喂，成年喎冇盈利增長嘅咩？有。咁起碼你都俾我5% 啦，8% 啦，係咪？21,300點時加得5%，8%，喂，咁你計數啊？係。咁你俾我23,600啊，23,700啦，係咪？未必嚇，23,700唔去到24,000都好，你俾我呢個位啊，係嘛？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我覺得守得到咯。咁至於你 A 股嘅話，喂 A 股上半年唔係太差，係盈利表現，盈利表現啊嚟到講啊，好多都係有依個一定嘅係一個增幅啊。另外再跟住阿爺下半年一路都係鬆緊水，一路都係講緊有基建投資噶嘛，好似你鐵路股嘅話，都係整咗1,500億出嚟啦。咁當然1,500億唔係一次過嚼曬佢，咁開始有單好過冇單啦，係咪啊？咁你呢個就一個好重要嘅嘢。咁你另外一樣嘢，樓嗰方面啊，基本上嘢而家暫時唔講話點太大打壓啦，但求大家識做，唔好升咁多，係咪？咁如果喺呢度咁，你平穩咗啦。咁銀行嘅樣點做咧？銀行嘅事之中，你由於係即係等等樣嘢。你都會要刺激佢嘅經濟好啲啲嘅，咁佢咪可以穩陣啲咯。仲有一樣嘢，阿爺話樓價唔好再跌咁多啦，咁樣樣。
咁外匯帳嘅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啦。嗱，我唔係話喺中國嘅係股票市場冇風險，有邊個股票市場冇風險嘅啫？嗯，你揾個股票市場冇風險俾我睇啊？冇成交嗰啲咯。唔係有，如果閻羅王下面有個股票市場嘅話，一定冇風險嘅，因為佢咁鬼低。是吧，它一路只是一路升的嘛，升上地面，天堂的股票市场一定跌的，因为在上面那么高，一定会跌下来的，一再升上去的话，你升去宇宙吗？不行的嘛，所以天堂的股市一定向下跌，阎罗王的股市一定向上升，是这么简单，因为不能够就跌穿地板的嘛，阎罗王那里已经18层地狱，怎么落第19层呢？没有的嘛，这件事。所以你说香港股票市场在这里，我觉得腾腾转，兜兜转，当然我仲有好多嘅係政治因素喺度係拗嘅，啊，咁啊，你使到好多人嘅人心，佢就覺得，咦，我係咪要投資咧？我係咪要攞錢走咧？好多樣嘢喺度，咁啊，當然有部分如果真係影響到盈利嘅股票嘅話，咁你更加係會差啲啦。係啊，所有股票咧都係完全係睇嘅盈利，直通車又好，滬港通又好，都係提供一班車俾你。一個平台俾你，你去唔去搭呢個車咧，係冇乜關係嘅。嗯，最主要亦都要睇呢個車上面裝嘅貨物好唔好，同埋啲人有冇肯去想去嗰個目的地。係，若然如果有嘅話，車咪會有即係滿客咯。唔會唔係嘅話，咁啊自然就會有呢個係稀落疏啲嘅咯。係，咁同樣你睇翻下，去機場夠必定要去啦，人人。係。你又不要看有機鐵好像實有位坐其他地鐵那麼逼嗎？實有位坐，不是很簡單，機場你是人人都去的，為什麼都用？有很多問題嘛，我還有其他選擇呢，我有這個價錢的問題呢，還有一樣東西，我硬不喜歡搭機鐵了，哦，是吧，因為機鐵不近我，我家下去就已經有個 A 什麼巴士站，是這樣咯，是吧，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會這麼大。好了，再睇翻下國企指數啊！嗱，國企指數咧，同樣都係咁樣樣，又去到呢個位度咧，係會呢個係有啲回彈啦。嗱，上證指數唔係跌好多嘅啫，深圳成分股指數又唔係跌好多，咁啊，道瓊斯嗱，始終仲係話，點解你唔硬上呢度咧？係咯，你無力上啊嘛，嗯，你真係無力上啊嘛，你點俾我哋盈利？你點俾你嘅 P/E 可以真係硬到咁多啫？係，咪好似嚟到呢度咁樣，咪咁打橫行咯。打橫行嘅時鐘再上上，咁跟住咪咁樣咪落翻嚟咯。嗯，同樣係可以重複呢啲咁走勢嘅。係，咁喺呢度度咪掂到之後咪打橫行咯。咁啊打下打下打下之後，佢就去到呢度咁樣上上，哇！咁大家好開心啦，以為又突破咗，咁跟住咪跌親你狗咁樣咯。咁你冇法嘅，因為你已經係真真正正。是咪物有所值？投資者係會睇嘅。好啦，美匯指數升唔到幾多啦，美元對日元仲會日元仲會弱啦。咁原因你又會搞完一樣又一樣啊嘛。到到最拉尾嘅話，咁啊日元當做陰屍紙啦，冇乜所謂嘅。我又唔揸日元嘅，係係嘛，就係咁啦。咁好多人睇即係滬港通成唔成功，係睇佢個即係用嗰個額啊。嗯。但係睇翻呢幾日咧，即係越嚟越用得少噃。又不可以說越來越用得少的，我們先看看這裡先。第一，第一天就用了北上的資金，用了曾經一段時用了130億的白用額，只用了120億，南下只用了23億，再跟第二天縮了一半了，再跟第三天又一半了，第四天怎樣？又一半了，用14億咯，15億咯，這樣。那擔不擔心呢？擔唔擔心咧？咁我哋要睇翻幾樣嘢。我哋如果真真正正中國股市係好嘅，好嘅意思就係點咧？你一定要賺錢。嗯，即係你如果嗰搭車你都去唔到你目的地，冇人搭嗰個車。係。車去到目的地，股票嘅目的係咩？幫投資者賺錢。係。若然唔可以幫投資者賺錢嘅話，冇人買呢只股票嘅，除咗個家族自己控有之外。嗯。因為為了控制權而控制咁你要股票能夠賺到錢，於是你就可以派到息。你派到息之後，你再跟住有增長有投資，你要一定有呢三樣嘢。咁然之後個股票繼續會有人買。嗯，如果唔係都係冇用㗎。
所以在這點過程裡面來說，這個 數字現在你看得到的就是說今次由這裡跌下來，那如果真正到第時的股票是真的 A 股，我說或者香港股票都好的，那你估計會不會升回上去呢？一樣而已，這個東西就是一定是有升有跌的。好了，首日哪些最跌得最多？大連港、南京熊貓、天津這個創環、昆明機廠，為什麼呢？因為你真的不賺錢嘛。好了，哪些會賺錢多呢？有隻叫人和商業，有叫波斯登，還有軟食品，有亨德尼這樣東西、醫藥、等等不賺錢的我不要說，只是賺錢一點。人和商業為什麼會升停牌？中間當然有什麼東西，說明這隻是炒股來的，是為什麼會炒得這麼好的東西呢？很簡單，它是經營國內的這樣的是、地下商場嘛、國內地下商場始終有個價格，你跌到四毫幾子或者三毫幾子的話升回一點，那是什麼事不回事、當然你一定要看在國內人士來說，是細細粒容易吃很容易炒的。為什麼這些東西是容易呢？第一，很多這個去這個炒股人，你都知道人和商業他們經營的地下商場是在中國的嘛、他們都可能以前有走去看看的嘛，所以他認識的話就容易搞。波斯登賣羽絨服，國內人對他熟悉，所以變成對他熟悉而價錢他認為不是貴，沒有人追捧咯、是一樣東西而已。第二樣東西也都會因為怎樣呢？是因為國內的時候你持有這些股票，你是會第一這個沒有香港沒有，在國內沒有先、如果你其他要持有這些東西，它都是持有同一等物業的話，如果你國內持有它的股票，你是需要給這個稅的，香港是不需要，所以又可以很不同。好了，當然現在要做這個死因研究啦，為什麼會這個淡靜啊，這樣、內地的人對香港不熟悉啊，等等樣嘢，我興呢個主題投資啊，即係炒作啦。咩叫主題投資啊？咁成日都冇股仔炒，咁點炒啫？喂，呢兩樣嘢，全世界都係咁噶啦。你熟悉先有得賣噶，你唔熟悉，我想問你，埃塞俄比亞有個股市啊，好熟悉嘛你？雖然咧，我都係亂作嘅，埃塞俄比亞好似冇股市。講咗你都唔知啊嘛，係咪啊？都俾人帶咗啊嘛。內羅比就有股市了、內羅比是有股市，內羅比股市你去不去買？不會的嘛。好，還有一隻北向交易方面對沖基金、HA 股套利、QRI 這些反一套等的東西，那些人當然是迎頭小利去做事，自然就會搬了過去了、好了，當然是這樣說的，因為這兩個官當然是這樣說的，就是因為著眼這個國際資金進入內地提供門檻，暫時忍下它先、又為了本地青年創就業。喂，這件事很簡單而已，我們使我希望好像很水喉山洪暴發地湧入去的嘛，不過現在就滴滴仔，我們就不 like 咯、你說本地青年提供就業機會提供了多少先？有少少的都、不夠嘛，你都提供的職位都不夠一個月都冇得十萬九千七，十萬，唔好九千嚇，九千個使鬼你做啊？嗱，一個月嗰個職位都冇得十萬嘅，人唔係睬你啦，係咪啊？咁啊只一萬零兩萬蚊喎，洗碗都有啦，咁使乜要即係搞個滬股通都搞到咁鬼複雜啫？你不如搞滬碗通啦，係嘛？咁另外再跟住咧，財政司嘅話，滬股通可以加快一零岸人民幣業務嘅進程，都內地同香港金融合作典範，係咁就好簡單。滬港通講的不是股市，是匯市、是被人民幣國際化嘛。好了，再跟著要分析的就是長遠有幫助，鬼人不知道嗎、不能夠看一兩天的成交，唉，這麼啱啦。不過仔如果今時世時偷針，大時就偷金的啦、是這樣的嘛。好了，內地即是摩根就說內地經濟數據欠佳，加上部分投資者趁滬港通啟動之後套了套現套利，很簡單，你即係話俾佢，不嬲都想依個沽貨嘅、不過咧冇藉口，到今時今日就沽佢啦。好啦，再其次咧就係有好多講啦，咁啊缺少機構投資者參與啊。喂，國內嘅股市不嬲都係
八成係散户喎，邊有咁多機構投資者啫？嗯。啊，咁啊，另外再跟住部分嘅機構投資者喺首交易日完成建倉，而家已經市場明朗之後，先有冇即係進一步嘅增持行動？咁好簡單，其實83亿唔係好多啫嘛，一炮你都買唔曬。仲點樣嘅啫？講叫建倉啫，建乜鬼倉啊？生倉就有，係、嘛？如果你真係做嘅話，應該係咪第一日83亿，第二日83亿，第三日83亿，第四日83亿咁樣啊嘛？唔係啊嘛，而家咁反之最主要嘅一樣點咧，就係的而且確每炒一個市場有佢自己啲人嘅脾性。譬如你夠唔夠膽立亂即係炒美股啊？嗯，美股第一件事要記住一樣嘢，你千祈唔好約人食飯，因為美股冇中午無休嘅。係。再其次之中咧，你要預住一樣嘢，到下晝啲人會湧過嚟咧攤位嗰啲咁樣嘢嘅。哦。啊，因為咧到時咧下晝嘅時鐘，啲人咧即係到時即係會睇睇啊咁樣。係。啊，咁點解下晝咧？佢參觀嘛。哦。上晝未嚟啊嘛，咁你嗰啲嘢有冇用咧？冇用啊嘛，參觀你把鬼咩？因為你諗下，凡係依個去依、這個即係嗰、那個紐約證券交易所搞參觀嘅。沒人打當當，一開波嗰陣時就打去睇噶啦嘛，都係中間你睇睇咁冇用噶啲嘢意思。咁喺呢點入邊，咁最主要就係、你一定要講緊一樣嘢就係、有錢賺咧，自然啲錢就會去。嗯，好啦，咁啊呢啲嘅事之中就係大家細心睇睇啦，係咪啊？即係所有好多原因都會有嘅。咁啊，邊個係真原因咧？我都唔知道。嗯，我只知道一樣嘢。冇興趣就冇興趣啦。哦，係。如果你話俾我知有一樣嘢買咗之後可以有賺3000万嘅，嗯，唔賺嘅話亦補貼俾你睇下有冇人去買。係。啊，好啦，港交所梗係最唔好啦。點解港交所跌得咁慘咧？咁多隻入邊，因為大家要明白，港交所喺4月嘅時嘅，大概120蚊上嚟嘅。係。咁如果你4月公佈嘅時鐘，你大概120蚊到。喂，咁我而家去到而家呢個階段，等於冇料到喎。嗯。冇料到時係咪跌翻曬去120蚊啦？嗱，理論上嚇。哦。理論上啊。啊，咁你咪嚇到叫嚇到即係鼻哥窿冇喐，咁我又覺得唔需要擔心嘅喎。哦。啊，咁你估再俾一年嘅話，佢咪仲喺咁低位咧？嗯，應該。成交金額計算。係。唔係啊嘛，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嗯。不同的人呢是對滬股通有不同的看法，你看滬股通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你看到港交所他們是怎樣的、嗯啊、有些人說哇，沽售他們140蚊好像又沒有我的價那麼低，120蚊那麼低，因為我講他那時起過上來嘛、嗯啊、那未想呢就說、最重要的成交方面由800亿下跌到770亿，我少了30亿而已。嗯，係嘛？係。咁喺呢咁少咁少，有冇真係咁大影響咧？嗯，係。唔係影響咁大啊嘛。唔係。不過唔係影響咁大嘅時候，你又將我點做咧？不過咪要影響大少少，咪即係嗰個港交所度嗰個價格削咗佢啦。其實呢啲嘢你都唔知道，到時港交所佢慳張紙啊，可能慳翻咁多億上嚟噶嘛。哦。係嘛？即係要節省成本啊，諸如此類啊，等等。或者佢唔覺意話，我增收少少嘅係。徵税啊，咁佢咪又起翻到，系，系嘛？好啦，咁啊，瑞信就咁樣睇啦，由70蚊至到165蚊啦，啊，花旗銀行咧就係有個最大膽啦，佢話去到208蚊，嗯，咁啊，即使話今次做咗蟹嗰啲，完全唔需要擔心啦，系，稍後之後可以係拆翻，嗯，即係鬆綁啦。點解佢仍然做多啫？因為上交所與港交所是五五分帳的佣金，咁因此無論你滬股通或港股通，喂，港交所一定有咗增加收入啊，係增加收入，佢咪自然應該升咯，嗯，啊，增加越多佢升得多，增加越少佢升少啲，就係咁簡單啫，係，咁喺呢點入邊嚟講就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呢、這個。是春秋戰國時經營者的金科玉律、嗯啊、據說是由范蠡陶朱公他所說出來的，究竟是不是這樣不知道，真的很簡單，有錢賺自然會有利，沒錢賺今天給你是1億
係啊，一百億你冇錢賺嘅話，到咁上下都係會一無所有。嗯，嚇、啊、咁所以呢點嚟講咧，我覺得港交所方面，如果去到某啲位度認為得嘅，咪吸納少少咯。嗯，即係長線都睇長線可以嘅。係。咁滬港通啦，長線又點睇咧？即係呢幾日就真係成交咁慘淡。嗯，咁啊的而且確咧，暫時咧都係成交會慘淡啲嘅。嗯。因為上面啲人咧會覺得我自己揸錢啊嘛，揸住上面股票啊嘛。係。咁即係外需將錢調翻落嚟香港啊嘛。嗯。咁所以另外就用呢個途徑喺度，因為而家整個直通車咧其實係唔係一個滬港通唔係一個係直通車嚟嘅。係。係一個係。封閉式嘅車，錢係唔可以透過呢個系統，理論上嚇、啊、流走出去體外嘅，哦、即係唔俾你使多錢嘅。假如你使多錢，哇！我話俾你知啊，港股通一日都一千億啦。嗯，係。係嘛？咁由於係唔可以使多錢，或者起碼冇咁困難使得錢，大家安神份，咁啊梗係平淡無味。嗯，但係長線都。可以，長線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嘅，因為你對點解阿爺一樣人民幣國際化啊嘛，咁、一定會將佢撐起佢噶。係，但係就唔知等幾耐咯。係啦，會唔會等悶到大家好悶之後先會喐？定係其實都可能嚟緊都係繼續咁樣細水長流式咧？我估計咧就唔會好悶好悶嘅。到咁上下，阿爺就會做嘢啦。哦，我估計係咁。就睇下爺幾時喐手。嗯。明白曬，今日唔該曬石 Sir。好。嗱，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錄咧，歡迎登入 hket.com 嘅短面居。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